唱到一半，刚刚巧工的时候被抱到你面前藏起来。回到了87.7哦，这个六陪六个 radio 了。那现在接下来呢，轮到了六陪的时间了。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，他要带来的是怪奇比例、怪奇比例的 bad guy 哦。那我相信呢，喜欢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歌迷朋友呢，一定认识接下来这位歌手哦。他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可以在同一首歌里面呢，呈现不同的这种吼腔哦。那原本这首歌呢，已经很厌世了，但是呢 ，Edward 还用非常不同的高音跟低音去呈现这种死腔、黑腔、哈库腔、娘娘腔是没有的哈，就只有娘娘腔是没有的，全部他都有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这么热血沸腾的声音了，他趋近于野兽和恶魔的 bad guy。你们两个防卫一下。我想说，我也不太敢哎，我刚刚都不敢出声了。我不咬人，大哥不要吃我。
OK， 太特别了。你刚刚是好像有被上升，对，你是人格有点多重人格。我跟你讲哈，要不是刚刚我们听过那个不耐，哎，不耐，听他唱过歌，心情还蛮好的。是，那现在心情一路荡到谷底，唱到一半，刚刚小朋友是被抱到你面前藏起来。先不要，先不要听，先不要，乖乖。叔叔在这里，那个哥哥不会吃人的，好放心。我们叫他死灵摇滚，他们说没有这种，其实有黑枪，就地狱摇滚，哈阔枪，就感觉就来自于地狱的声音，对，而且刚好几种在里面。看你人正常正常，你可以来自地狱的声音呢、啊，这个是来自努力的声音、啊，努力哦，也是练很久，也是要练很久，十年如一日，那都不会烧香啊。不会烧香啊！你看我现在声音还是像一个稚嫩的少年，要懂得怎么样去运用他的声线呐。是，对对对，好有天分，有啊！你这个会不会练到吐啊？你刚有一度要吐了，真的，有一度要吐要吐。对啊，大家都很有这个概念。嗯嗯，这个东西有两个字，叫做表演，表演。OK， 哦，表演到要怎么搓出那声音？你试试看吧。怎么？可以教我们吗？原则上我们在讲吼腔的时候，吼腔了。一般常人会说黑腔、死腔、哈阔腔，可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代表的呢，只是这个唱腔的音域。嗯，比如说黑腔，它就是高音的；哈阔腔就是中音的；啊，死腔就是。那示范看看好了。死腔、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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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腔比较难的，但黑腔警方会抓。对，我好像那个黑腔。哎，试试看黑枪，黑枪吗？哇，这个就一下就一下就挂了吧？我们不知道讲出来。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这个也不错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有难度啊。客家枪你应该不可能会吧？客家枪，哎，张乃亮，海枪哦，牛枪，牛肉面呢？牛肉面，牛肉面，牛肉面啊！来，好，来什么枪？哎，哈口腔的话就是比较中音频，大家会觉得比较有澎湃的感觉的唱腔。哇哇哇！阿爸阿爸阿北阿北，来拍弹喽！哎，爱拖出来，爱拖出来，哈姆立克。休息一下，休息。这个叫什么腔？这个就叫哈口腔。哈口腔哦，再来还有低的，再来还有死腔，死腔大家最爱的哦，因为很低很低啊，它是这个样子。嗯。像这样子野兽的声音啊！他听完以后，我们好累，决定当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对，这个太难了，喉咙也很吃力。你是在网络上面做这些表演？哎，没错，哦，你自己去学的。对，我当初高中接触这个重金属之后，就开始自学，到现在就十年。哦，你是先接触这个内容，然后才被学校退学的吗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哪一个学校能有个学生在里面？谁通知你的？我以前高中的学校是一个天主教学校。哎，你这个是恶魔，真的就恶魔。他们说你是恶魔。我那时候在那边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那歌唱比赛哦很奇怪，那裁判是修女。哦，对，当然啊，天主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退学。你该不用黑枪唱 Amazing Grace 吧？这个倒是有点过了。对对，这太吓人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修女一听就吓疯吧。修女原本都开开心心的。听到我就眉头一皱，修女也疯狂，案情不单纯，对呀，修女会疯狂，哎呦，比如说嗡嗡嗡嗡嗡嗡这种歌，有没有办法用这种死灵摇滚之类的最反差的方式？对对对，老小蜜蜂。那个蜜蜂，那个蜜蜂哦，没有，蜜蜂做的没有开心啦。那个小妹妹站在那边，然后她哇哇，她突然抬头看妈妈，啊，起码是下面姐妹，这一切刚起东西，对呀，没错，有这个自己的特色，那就太有特色了，好吧？啊，这个有出唱片吗？不可能吧？有啊，当然有。出几张了？两张，出两张了。啊，主打歌叫什么？主打歌叫做 Lake That Eats， OK。那你有拍 MV 吗？这对啊，可以。MV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资本不够了哦。还是你现在试看看，现场帮你拍一个 MV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唱你的歌。
你这个会翁真的会翁，这个会翁掉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有录一集要去报金钟奖的，然后用死灵摇滚，然后以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，那个一拍过去，每一个小朋友眼睛这么大。我说出来，小朋友喜不喜欢？这个会得奖才有鬼！太闹了，太闹！害我们满摄影棚抓小孩，别怕，别怕，叔叔不会抽。不要跑！太好笑了！啊，谢谢 Edward， 很精彩的表演，谢谢 Edward。